好，我是林静马朵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《趣味收音机》有声书。好，这个是在大树药局买的呀。大树药局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开了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书本的介绍。好。这里的东西都有介绍过了，只是这里按的时候，这里不小心卡住了。刚才啊，就拿不出来了。好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再试试看哈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另外一页。来算算看，买东西多少钱的意思吗？哦，有，可以买海鲜、玩具、饮料、面包。现在我自己创意的就是小熊娃娃。还有卫生纸特价，我们就来先看看卫生纸和小熊娃娃吧。好的，这里是水果区，你看我们用条码机，哇，一刷就有哎，然后这里就会出现数字，就会显示，那这个25元呢？哇，怎么这么棒？我们来看看这些条码都不一样，110元，这个200元，螃蟹200元，这个70元有点贵，70元，65元的骨排骨，排骨65元，这个刷了之后它不会出声音，它会你停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它就是没有条码，这个菜不会出声音。好，没有条码的不行，这个150元，105了。这个45元，45元。我现在是用左手。就是他没有对准的话，他就会啊哦。所以要请你对准。20元。那这边呢？那这边呢？这里是饮料区，就按这个，他就会问你问题。请问牛奶是多少钱呢？好棒哦，答对了。这就是玩游戏的。请问柳橙汁是多少钱呢？哇，它好快。好棒哦，答对了。请问汽水是多少钱呢？好棒哦，答对了。请问红茶是多少钱呢？好厉害哦，答对了。知道啊。请问汽水是多少钱呢？好棒哦，很好哦，答对了。很好玩呢。牛奶是多少钱呢？牛奶又回来牛奶了。牛奶。如果不想玩的话，你可以随便按一个按键就不就可以不要玩了。别的地方就可以不要玩。好，谢谢马朵的分享。记得订阅哦。